难道蓝色妖姬手里拿的是小美？哎，真的是小美，找出所有不合理。小美为什么叫小美啊？因为长小呗。还有她怎么拿着自拍杆？这切尔西是大拖鞋吧？怎么感觉不像呢？这身后是咋的了？切尔西放屁了？不是，那看看底下。我的妈呀，这切尔西是在哪里呀？啊，这是我的天呀，旁边还有直升机，这是红色风暴。那紫色魅惑呢？啊，还有黄色预警，这谁呀？哎，这怎么啊，小黑子身影。哇，你会隐身吧？这呢，奥斯卡金人。哇，感觉挺高级的，这都什么呀？扑克牌，黑桃 A 扑克。那还有什么？哎呀妈，这什么加特林烟花，你放一个呗。嗯，去右边看看。哎，这一关我怎么感觉这么难找啊？啊，切尔西怎么跑天上去了啊？切尔西云朵啊。我去，这什么？嗯，这没有了吗？那还有四处不可理的地方在哪里啊？这找的真费劲，是我智商不行还是这图有问题啊？